13岁以下需家长陪同才可观看，它可能包含了一些镜头、句子和语言，不适合儿童。不能着急忘买套，用火腿肠的肠衣代替，肠衣遗留在那个里面。次日，妓女又接客，肠衣被拖出，男问是何物，女曰：我的处女膜。男大怒，处女膜还有生产日期。